开喽。Hello，大家午安。我刚刚去学校办休学，觉得心里好空虚哦，就觉得突然那个没有学校念的感觉。对啊，我刚弹了一下。有顺利啊，半顺利的。还好吗？但你不是打算再回来念吗？我想回去念啊，但是我应该不会念同个科系。因为不习惯那个作息，跟我身体不太适合，可能搞不好过不久我又会想回去念。真假，所以还是会转系，对，搞不好还是会转系。刘海，觉得有刘海比较好看，还是没有刘海比较好看？我现在不能没有刘海，再去跑。有刘海比较好。及时止损不是一件坏事，想一下再进先进也不迟。嗯，我也觉得，我刚刚就思考了很多。下一步要怎么进行？但想一想也还不急。我好多东西哦，都用不到了。重考应该会转系，看能不能直接转，或是要回去读服装设计，再转系，但是要哪一种？那应该希望可以直接转。就不要再回去读服装设计。支持转系设计。但是说，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料，而且不适合吧。就是觉得自己好像适合，我有跟很多老师聊过了，而
且自己身体也很差，还有生病又复发，好不容易好一点了。我最近容貌焦虑好严重，觉得自己好丑。我之后应该也还是会继续直播。超漂亮，谢谢。突然觉得好像就是自己轮到自己要休息，就觉得自己很不可思议会轮到这一步，可是希望我可以好一点的话，的确是先休息比较好。我也办完了，现在接下来就是在找打工，我找了附近的百货公司。策略性休学，对，策略性，真正的策略性，还是怕被而已，还是可以回去读。今天跟周家恩一起出门吗？今天没有欸。今天难得有化妆，我的妆比周家浓很多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不觉得周家的妆有化跟没化是一样的吗？要找浮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要找浮上？有坏但是服饰吗？不一定，可能是包包啊，或是选品店。其实是你是在夸奖他吧？嗯，对啊，他素颜就很好看。Hello， 北原。找轻松的工作吧。废话，大家找轻松的工作啊。我操，太累的话，我会把我自己累垮。我不希望我自己又复发。我觉得我已经好很多，跟之前比起来。Hello， 微微。我也想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周杰伦演唱会是什么时候？然后周家跟我说不早说，他有票。我前几天去听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，我就觉得会想要再去听第二次，确实好多了。十二月那还蛮久的。个乳液。
是去看老师的，好正，好辣。林哥朋友去看，就是朋友有免费的票，然后我朋友问我要不要去，我就想说去好了，反正不看白不看。我觉得我前阵子生病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达到我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。可是我觉得我的目标设太高，然后又太没有实际性了，太幼稚了。就是我把我自己的目标设得好像要光鲜亮丽的样子，但是觉得其实并没有达到，而且我觉得要从根本做起，所以我想要读英文啊，一些充实自己内涵的东西。我被我阿妈说我是一个肤浅的人，她觉得我是一个肤浅的人，对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肤浅的人，我只在乎外在的，不用压力太大。就跟你们一样，只看我外表啊。可是休学只休一年，我觉得有点太短了，还是其实很长。居然这时间开播，休学。休一年算很长，我怕不够我休欸，我觉得我休了也不会回去，就算不会再去回去念服装设计了。我应该会转家儿媳，家庭。家庭研究与幼儿发展学，不然我大一的时候也一直在抱怨，我觉得抱怨会使人烦躁，觉得不要一直抱怨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比较重要。柑橘味，这个牌子要怎么念呢、？S， 哦，怎么念呢、它其实是身体乳霜，我来擦手。星空四号真的很好看，我也喜欢，我嘴巴还张开开的。那张是真的很好看吗？比之前好看就多了。想去烫头发，可是烫头发好贵，两三千吗？三四千就这样没了，不想要乱花钱。Hello， 俊廷，不便宜，需要烫吗？不要烫好。你们喜欢我刘海是中分，想染哎。对，我觉得可以染一下。要染什么颜色呢？韩寒现在是什么颜色啊？黑色吗？
刘海比较可爱。刘海吧，你们都喜欢刘海，你们是刘海控，比较可爱。我还没吃午餐呢，我完全不知道吃什么哎，等下下播的时候去吃，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。真假真的，我今天只喝了一杯咖啡，刚还没买。我刚刚去学校不是没有顺便买，提太多东西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可吃什么呢？所以今天去学校办好了，对啊，哎，怎么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了？提东西休学资料吗？提就是学系上的，然后服装设计系东西都很多，感觉你可以染茶色，前发无法想象，茶色吗？要吃什么呢？你们不觉得今天天气很好吗？不冷也不热。电脑没电了，不能放音乐。吃热的，有汤的。不是说会下降十度吗？刚吃了拉面。肚子一直在叫哎，但我不知道吃什么。我刚刚想要吃什么，不是办法。我刚刚要搞，还要找一件事情去做。今天很温暖，我也觉得今天蛮温暖。我朋友跟我分享，他今天吃绿咖喱。绿咖喱是跟咖喱有什么不一样？绿咖喱是什么？招财鱿鱼跟冬粉，感觉可以有。还是咖喱，但是是绿色的，不知道哎，绿咖喱是什么？你们觉得要怎么处理这边的东西呀？东西太多了，而且用不到了。如果之后也用不到了，
我前几天就想读一个，我跟朋友要了《Life ABC》的杂志，他说从最简单开始，是我发现我连最简单的都看不懂。所以我只能先背单词而已，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单词开始背，送给同学。杂志对我来说没有用欸，我觉得我要先背单字欸。可是这个已经很基本了。在基本课，你们英文好吗？小紫的英文好吗？好，还国防医学院的不好，不是国防医学院不错吗？我很羡慕我弟过得很逍遥自在，哎，现在原子少年要上课不上课的，然后就过得很糗，然后打工，好羡慕我弟弟哦。我不是外文系，那你是什么系的？为什么小紫都有空来看我直播啊？我找饿，一定要去找东西吃。羡慕停售的瓶中精灵。时间好冷清哦，到底谁会在这时间开播？硬挤出时间，硬挤出时间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太无聊了，就想出来开直播。我现在好像一只无尾熊，比较可爱。我想去澳洲抱无尾熊。
还是有在直播的，好吗？搭飞机，外面有飞机的声音。等我存够钱，我一起出国。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出国吗？等我存够钱。小石应该非常乐意我跟他一起出国，现在是 OK 的吗？毕业后，我是想说毕业后可以跟粉丝吃个饭之类的，等毕业后，但是毕业后事情，让你们请。应该可以吧。Go go go， 跟玲玲一起出国，我要先存够钱，请我吃饭，好啊，我想吃，我想吃，西提，那是西提吗？我想吃，不要喂太高，我想吃，我现在很饿，所以想到的东西就很梦幻。我想吃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？一直想不到。很晕的小西提，西提小 case， 真假的？我觉得我还没吃过西提，我还没吃过。那个叫什么三个字的那个夏目尼哦，好吃吗？夏目尼好吃吗？还没吃过夏目尼。芦丝葵太贵了。夏目尼好吃吗？还好。走。走，说走就走，可以约约看。周杰伦小男友带你去，他是我小男友哎，真的，周杰伦真的是我小男友。我直接去周杰伦家吃火锅。我觉得我跟周杰伦在一起也会养胖，好不好？他也会把我养胖。所以我吃了那个火锅之后，隔天肚子超痛。有吃完吗？我们吃的差不多了。周杰伦吃比较多，因为他一整天没吃，现在肚子饿。可是我在吃火锅前吃了麦当劳。可是周杰伦实施 AA 制，你就不行了。哪有？我跟他出去吃饭都 AA 制，我跟周杰伦出去吃饭都 AA 制，好不好？顶多他先付，我再给他。我跟他出去吃饭的 AA 制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周家实施 AA 制就不行了？什么意思？周家怎么可能请我吃饭？他一点都还在洗锅子哦，他吃完了。你们怎么知道他在聊聊上面讲的？吃完了，我是吃到隔天肚子拉肚子，因为太辣了。那你只能帮他折衣服了。我就想帮他折衣服，要不让我折啊？他说你就让他放在那边吧，他会特别躺好几个礼拜。他讲我讲，他锅很大，对啊，超大的。今天拉肚子吗？我啊，我今天拉肚子啊。我昨天晚上肚子就在叫了，今天拉肚子。
我昨天没有住周家人家，我昨天吃完就回他回家了。他直播完我就差不多回家了，他载我到捷运站，其实我觉得很感谢他，但觉得好像很近。没那个必要，但还是非常感谢他载我到捷运站。因为隔天我要办休学的事情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住他家。他真的很难有感，他对我很难有感，他对其他人不一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会很有难有感，可能是一种保护欲吗？我可能太需要被别人保护，是这样吗？因为你就是个小妹妹，在她眼里。怎么了？身体还好吗？学校暂停休息一下吗？对啊，我休学了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的。很多人都休学了，不是周家，李梦纯也休学，李梦纯不是也休学吗？他现在也没有在念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爸提醒我不要再买6000块的外套了。他说，我应该也不会再笨到买6000块的外套。我知道店员一讲，我就会想买6000块的外套。好，我不会再买6000块的外套了。虽然不是我付钱。休息很久就没有再回去念了啊，这样好看对不对？其实真的有点贵，我也觉得有点贵。爸爸付钱吗？不是，但是我自己付啊，朋友啦，朋友付的。生日礼物。哪有，我就是不行，我这样会被我阿嬷说很肤浅。内涵与外貌，没有，我不会再买6000块的外套，太贵了。我现在要是个小资女，是个小资女，我故意买灰黑色的，就感觉比较酷一点。有再更贵一点的皮衣啊，但我是不会买皮衣。我想买皮衣，但是皮衣我应该只买得到便宜的吧，就是那种 Airspace。其实 Airspace 的衣服都还不错。不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买 Airspace 吗？很便宜，又好穿，又耐穿。Airspace 不是首选吗？
界对我来说有点太大太宽，我觉得它太宽。谢小紫送的告白气球，你觉得校内转系比较好，还是校外转系比较好？你们一定会说看我，看自己喜欢。我不要再被学校揪着，我不要再被学校牵着鼻子走。校内看哪个容易，那就是校内比较容易啊。好干哦，我已经不奢求我要念多好了，我只奢求可以毕业。充个电，吴安，毕业取向就是校内学分比较好承认。查查，我跟你说，我休学了，我也没有要转系，我要转系，但不是现在，校内修过通识课。我觉得以我的个性，我应该很难再继续念下去。换调子啊，然后又怕麻烦。谢思琪的红玫瑰，做事半调子，然后又怕麻烦。我现在把一捆纸胶带用完了欸，拍拍手。现在把它贴在墙壁上，我把这纸胶带用完。
谢小子的掌声鼓励。玲玲颜值好漂亮，哪有？比我漂亮的人很多哎。看到你心情就很好，骗人。我们团我算漂亮吗？我觉得我算是我们团内算中间的。中间值，就我们团长得都差不多，就是可爱妹头，算有气质的，绝对算，不止中间吧。哦，聊聊警卫都被迷倒哦，你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你们怎么知道警卫被迷倒这件事情？警卫看我拿很多东西，说煮火锅。我说我想拿推车，说推车太大了啦。然后他说他就拿袋子给我，他说一个够不够，两个够不够，哎，给你三个，够不够装这样？浪费，休学没关系。妹妹与苍米娜也是休学。休学很久，最近他开始回去读，总比浪费四年了，浪费了很多钱，读一个用不到的、没兴趣的、未来也用不到的东西。你说我现在吗？人家大楼被装饰得很漂亮，都是万圣节，不是万圣节，圣诞节啦。圣诞节装饰，我就觉得很漂亮，很温馨，超羡慕。我也想住大楼，家住公寓，我也想住大楼。但我感觉保全系统比较好。万圣节，圣诞节，可是很多老公寓也很贵。我知道小子家是大楼。我今天有拍你们家的电视机，很漂亮，我看到了。JM 的独角兽，你以后可以当贵妇，可以做。玲玲不一样，比较聪明。现在赶快跳就跳掉里面，越玩越难放弃。虽然我想转系，可以吗？查查，阿查哥，林在团内也很漂亮，也很有魅力，真的吗？我也快要毕业了，有想转系有目标吗？我想转去加尔系，可以啊，转学与转系都可以，但先确定好喜欢哪个领域比较重要。
要转去嘉义西，想去转去嘉义西。不接受反驳，好，我不接受反驳。不反驳的。反正现在私立大学的门槛尽量不高，小朋友都喜欢漂亮姐姐。对啊，我应该蛮受小朋友喜欢的吧？你是说家人系？对啊，家人系家庭研究育儿发展。哎呦，这边还有我没有用完，这边还有我用的色铅笔。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用那么多东西，用一下就不用了，然后买那么多材料干嘛？浪费钱，看到都不想看了。又不一定要读幼儿，他可以有心理，他可以心理諮商，他有心理諮商。大概应该不会念设计，很难说，但目前是不会。我会请玉再帮我看资料的。好干哦，好干哦。之后还要租这边吗？这边应该短时间内不会移动吧，毕竟中间东西蛮多的。你租房子也是为了设计系的材料。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太冲动了，我不应该要那么早去租房子的，我觉得浪费了蛮多妈妈的钱的，所以有点对不起。可是现在租这边应该也不会换掉，短时间内不会，因为我还是要想要自己一个人住，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。妈妈很疼你，我那时候生病，然后急着要，很着急，很焦虑，很躁，然后很焦急的跟妈妈说想租房子，那我就
然后到后面发现其实好像看起，其实看起来漂亮，是蛮漂亮的，没错啦。比较紧，对啊，妈妈太爱我了，觉得对不起她。用掉或卖掉或捐掉，应该不会有人要买吧？我应该会直接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、欸？送别人当礼物吗？有人会想要吗？很多人是别人送我的，所以应该丢掉没关系吧？送同学，不要，麻烦。他问他要不要挑什么，他们不会用到，他们要自己买自己喜好的，跟喜欢的。不要。我应该会直接丢掉。我没有打算卖我任何东西，但应该可以赚到不少钱。我放弃，太麻烦。后面还有一两袋。丢掉可惜，不会啊，那那都是布而已，没事的。我已经要断舍离，就是要断舍离。可是直播的话，还需要一个空间，所以租屋处还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对吧？直播的话需要一个空间。因为我觉得设计系不适合我，我读不下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那时候执意要读，也是因为我生病，太冲动了，都没有想清楚，也没有看好整件这样什么的。我先念个吧。从第五名开始念好，第五名是思琪，谢谢思琪。第四名是剑骨，谢谢剑骨。第三名是 M M，谢谢 M M。第二名是木婷，谢谢木婷。第一名是小紫，谢谢小紫。林其实不急着现在转系或转学，可以慢慢评估观察。反正我现在就是休学，查查觉得我现在休学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。虽然这个决定是我自己觉得。谢谢茶茶送的红玫瑰，我没有很急的，现在就是我没有很急的，不休学就转系，因为我还不确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，我怕我太快转系或转学的话，得到的不是我真的自己想要的。等于不能再正确，再正确决定了。先摸索也是对的，对，没错嘛，就这么慢慢来，那就好。大家都对我觉得对我休学对我来说是好的，那就好。班导也同意了，他说我没有，他说我是有能力的，只是没有动力。其实你也还年轻。
不适合我。想要剪刘海哦。我发现这边比较短嘛。晚期已经感觉有点不爱读书，就算被当掉也无所谓了。你说我吗？我是啊，我到后面就有点这样子。我不想被二一，所以我赶快休学，策略性休学，有一部分也是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。跟刚玲玲刚进去时兴趣跟热忱时差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三分钟热度吗？应该也不是三分钟热度的问题，但是努力之后发现自己做不到，应该不算三分钟热度吧。我还没想好我要吃什么欸，你们觉得我要吃什么？今晚去烧烤店打工吗？我打工也不一定有钱啊，不一定欸。应该会哦。表示设计系真的不适合玲玲，建议不要再去读了。好。那我适合读什么？反正没有热量欸。读表演嘛，我也不适合表演。戏剧吧。牛肉面。哪里有卖牛肉面的？意大利面。去学塔罗好了。因为我宗教是基督徒，我这样直接讲我也不太好。就我是有宗教的人，所以不太适合去学塔罗跟占卜、命理类的东西。我是平常礼拜六是会去做礼拜的人，锅贴感觉还不错，八方云集的锅贴。我最近因为现在休学了嘛，比较闲，每个礼拜六都会去做礼拜。可是感觉玲玲不是很虔诚，因为我还没有受洗过，就是没有到，因为我不是二代，我是。就是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，所以就会觉得就有归属感吧。礼拜六礼拜天都有，但是我们是礼拜六了。阿丽也是，阿丽应该比较多人知道，我比较少人知道。玲玲很容易三分钟热度，宗教是一生的遗憾，年期间也是。哇塞，查查意见很多哎、欸。不是哎、欸，我阿公阿妈是一贯道的。一贯道好像是就是所有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。
爸爸妈妈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信任何的信仰。因为阿丽是他家人，就是啊。但我不是，我家人不是。就是教会表演，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的。小时候就去教会了，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去表演啊什么的。比较一贯道比较特别一点。我要去找吃的了。我要去买睫毛膏跟眼线笔。我知道啊，我等下去买化妆品，好哦。大家拜拜。我选幻钻石紫萱的头贴，林这么可爱，还是很适合目前。谢谢茶茶。哎，我应该还会继续走目前，说不定。我之后会去跳啦啦队，说不定，搞不好。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拜拜。